随机扫码，寻找最强东海渊。我操！我操！我看到了什么？随机扫码寻找梦幻最强东海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号？让老王连连惊叹，直呼这是梦幻镜头。这个，他们这个服务器玩东海渊的话是很尴尬的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其他人玩可能他的项链的灵力还没有那个啊物理系的灵力高呢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法系的灵力就不能太低啊！还好他是炮哥，323啊，再加23，346，18×6，6848减128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要这么算出灵可要被干了。18×6减去一个323啊，215再减去23，238。238灵力牺牲了2点，换一个特技是不是也行啊？本身还有特技是不是行？还有特技是不是特别的行？看给这个团队逼的，法系都带特技去了，法系目前三件装备三个特技啊。246看熔炼啊，兄弟们看这熔炼，熔炼43点防，熔炼43点防。246直接变成280多，然后变成极限单加鞋子，无级别琴三叠。哎，这鞋子我好像第一次见，这鞋子得多少钱啊？哎，别问钱了，这鞋子有没有无级别破血贵吧？这么问比较好一点。哎，敏捷也比较厉害，敏捷的话熔炼到56点，防御熔炼到87点啊。最近在收号，有要回坑或者快速脱坑的可以来问问，说不定就能帮到你了，多问问也不吃亏啊。我靠，这个腰带竟然我觉得有点幽默，一个法系17段18段硬生生的，虽然有点硬生生，但是凑齐了5个特技啊，完美。这腰带兄弟们气血是1090加33，这是多少气血呀？ 现在是7800的血，腰带一脱5200，7800减去5200，这腰带自己一下就加了2600血啊，这还是109级强身啊，比较低的情况下，18再乘以个40，720减去1090，初始气血370，兄弟们这腰带初始气血370，熔炼以后403的血。我靠，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。但是这个腰带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，长眉灵猴是175的顶级套，109用不是少四点属性吗？也就是这个腰带你也有一段时间不用了是吧？啊，套装都没来得及改啊。这个腰带的话初始防御94，气血熔炼48啊，他们这种无级别肯定是拿无数中金海量的珍珠堆上去的极限熔炼，没法再差了啊。再品鉴一下宝宝14技能啊，资质极限双资加号的善恶神马啊，善恶镜台，因为这个号的话你能看到它主要用的是高属性的光芒腰带，所以说它基本上是放弃了神马。这哪是宝宝啊，分明是一台台豪车，这号装备硬件也是无可挑剔，神威第一法系名副其实，锦绣花上镶画屏，尽显尊贵与奢宠。死亡法防镜台，高连镜台，电魂闪镜台，夜舞倾城法防镜台，法防镜台，这只宝宝我估计也是打掉了一个啥技能，要不然看着强力怪怪的啊。哦，这只龟丞相还有点调皮，出其不意，出其制胜，须弥啊，狐族专属。老王上我的号看一下，给我个马，这种展示完别人还想展示自己的，他肯定有大杀气，兄弟们给他个机会好不好？有意思，扫出来了，看看你有啥绝活。哎呦我操，帽子的话是无级别光辉，这早就已经是七位数的装备了，其实就看项链就行了，看老板的项链多少啊。熔炼极限，大家都是熔炼极限，都屌。17再乘以个6减去296，这个项链出灵194啊，194减37，这个项链的极限灵力是231。前两件装备还是比较拉满的，腰带的话150的无级别啊，这个腰带防御101，血防都比较高，单纯的属性的堆测。鞋子的话91防啊，强在60敏。衣服的话是体魔双加，这个衣服的防御熔炼是真的变态。初始属性的话应该达到340加了，237再加35，存防272，双加的话是48，48再加3啊，51，51乘以 1.5 加272啊，综合属性348啊，没毛病，太残暴。然后再看武器，武器的话好奇长书，原造型是一把扇子，这把武器肯定是483的国标伤害了，16乘以8 483的国标伤害啊，但是150的造型比较帅。超级简易，超级简易比100级的属性啊，一个高了10，一个高了2，一个高了3，一个高了6，再加上12，比100级的国标的啊，三法伤一法爆，爆了33点属性，星辉石多出了12点，这就是109级的终极牌面。超级简易双法防，东海渊都开始带法防了，
再有一个这个号总共是三法防，俩气血，一防御。这个灵士啊，爆了一点防御，以及15点啊法术暴击和法伤综合属性啊，你看看啊 ，OK。